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，让你对我们的关系有其他的幻想，我非常的抱歉。你是故意跟着我的吧？走着我走过的路上，只要怎么抢走我拥有的一切。Kissboy 的新目怎么跟我们设计一模一样？如果只想要转移目标，我也只针对我们两个。这是报复！我要所有伤害我、辜负我的人，我得到最可怕的下场。每周日晚间9:30，TVBS 欢乐台《必胜练习生》。